我们这次去了一趟西藏，我们的身体都不舒服了，我们要赶紧回去休息。哎呀，那时候刚开始两个月怕保不住，所以一直给他补身体。现在好了，没问题了，感谢经理关心。 今天不许再加班了，你不要养成加班的习惯，应该训练自己在工作时间之内把工作完成的本事啊。你要回家？我是没有办法。客户听说啊，莫里克交响乐团的严瑞山小姐下半年要举行个人演奏会，要提供企业赞助，我还帮忙去谈这事儿呢。我先走了啊。猪头妹，我对网络交友没有兴趣哦。什么猪头啊？是路口，是最快的。我是在跟猪头妹讲话，不是跟你。哦，所以你很闲嘛？我要回家补眠了。太好了！哎，你不是看过无用动画设计那个广告片子的构想吗？ 所以你应该知道那个商品的特性，不如你帮我挑一下照片，看一下哪个 model 比较适合拍。不行了，他不准我在加班了。他又没有不准你发给同事爱。问题是同事那么多，我干嘛要爱你一个啊？你早就爱上我啦！切。 我被导入冷宫的那些动画片子，只有你喜欢。像这些 model 的照片，我没一个有感觉的。你不跳出来帮我，你们会出来把我杀了。你们真的很奇怪耶，之前不是说什么找青春偶像，现在又变成 model。就客户变来变去啊，一下嫌贵，一下子又担心形象不好。李总呢，非常欣赏严小姐的才华，尤其是严小姐这种高贵典雅的气质，跟公司今年推出的新产品可以说是不谋而合。是啊，这是我们公司的今年的新产品，送给严小姐做个参考。不敢当，真的不用客气。哎，哪里，这只是我们的一点诚意，希望能和严小姐呢做进一步的合作。 莫里克乐团还有严小姐的个人形象，对跟公司的提升是很大的帮助。而且，你跟思川是我最要好的知心的朋友。没有啦。我相信，我们三个人的交情永远不会变。教授要指挥上海商演团，所以特别请上你演出啊。这样会不会太强人所难？教授。 我是不好意思拒绝的，你的帮助，而且严小姐的外形、形象，你误会我了，月。如果当时你肯再多留一分钟，你肯很深切的质问我，你就会知道我没有骗你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所以你没有喜欢叫我？啊？当然没有。 我跟思泉就只是朋友。严小姐，啊，刚李总在问。对不起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想要提早告退。啊，对不起，啊。哦。哦。头怎么硬啊？你猪头的头比我硬，好不好？哦。
肚子好饿、哦。哎，我也是。你想要吃什么？出去右转，有面店、快炒店、九转面包店。好，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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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呢？他很爱吃零食，他抽屉很多的。你先，去看。你先吧，女士优先。去下嘛。啊，我很懒呢。我找到了，但是只有一盒哎。师傅，你拿不到，拿不到，拿不到。你是鹿，你要吃盆栽，盆栽给你吃。面都你在吃哎，好啊，那我请你跟你吃饭啊。用走了不去啊？哎，之前我做活动的时候，厂商有送我一台单车，我们是放在公司，哎，怎么样？我不会骑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我不会骑脚踏车了。不会吧？你没进过厨房，也不会拖地，连脚踏车也不会骑。怎样？我从小就命好，嫉妒吗？这哪是命好啊！天哪，你是怎么长大的、啊？你家不是卖芋圆吗？你妈不会把你当大少爷捧在手心吧？你白痴吗？九份是山上哎，怎么会有人骑脚踏车上山？而且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只要那个看到车，然后脚给他跨过去，嘿嘿嘿，谁不会骑？我还在阿月的身边，跟你好像感情很深，可以帮我试一下。所有问题，耳朵应该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不是吗？十三，阿月，十三没有说我马上就要订婚了，请麻烦经理无论如何一定要把阿月带回来啊、嗯！听说要动手，你应该马上跟我回台湾，请妈妈。这几天家里电话都不要接，他都还没满试用期呢，这女员外怎么可能答应他休产假？这个假单我是不会签的，我不能把我的未来交给失踪，真的好可怜一段感情，应该是你太逞强了，小丽。再给我多一点时间，希望能给你全部的时间。我无法改变，错
过的一切，只能让思念